如果您刷到这条视频，请永远记住这四位爷爷：毛主席爷爷，让我们当家做主；钱学森爷爷，让我们不再挨打；袁隆平爷爷，让我们不再挨饿；钟南山爷爷，让我们不再害怕病毒。向伟人致敬。我就想问你这灰孙子，你有这么多爷爷，你奶奶忙得过来吗？你爸答应吗？中国有道光叫黄继光，中国有朵云叫邱少云，中国有朵蓝叫刘胡兰，中国有朵梅叫刘耀梅，还有一个团结的祖国叫中国。中国有匹狼叫战狼，中国有撮毛叫五毛，中国有军区叫粉区，中国有个团叫义和团，还有一个封闭的祖国叫强国。这个播音员孙子真想扇你两大嘴巴，操你妈的！